三字经说：“养不教，你不教他伦理道德是有过失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你学校老师不教这个，你让他们通通读上硕士、博士，还是有罪过，因为他不懂做人。他结婚还是离婚？他有可能因为他硕士、博士的专业知识去做犯法的事情。现在很多诈骗集团，那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吗？” 都是很有电脑这些能力的人才做得出来，所以这些话都提醒我们一重要，不要本末倒置了。